珍珠女队吼，拢是咱家的妈妈跟阿妈吼，诶所成立的。其实看到人家，大家都足感动啊！等下歌声就出来吼，其实就打。来，就让因豆豆啊上台，嘿。啊、我先甲大家介绍，我是住喺万里房的诶玉玉，我即马是伫台北咧做头路，是因为四月份的时阵看到陈清海大哥，那会讲有万里人去台北绝食抗议，才知影讲我的故乡发生即个代志，咱风车要来插啊，阮万里的海岸，才知影讲我即马一定爱甲咱的乡亲徛做伙，我着请假，然后转来万里甲遮的乡亲。啊，为什么今天他会想讲要来招这个妇女的歌唱班，是有一个原因吼。阿姨，恁无要紧，恁着看卖啊，关家吼，恁着照恁以前排的迄个样式就好啊吼。啊，大家莫紧张，无要紧，咱欢欢来，咱就是要唱出咱的心声吼。所以大家吼，莫紧张。这位阿姨吼，今仔是因第一遍上台，唱出伊的心声，所以大家吼其实拢足紧张的。等下吼，要叫伊甲伊，要甲大家分享因的心声吼，大家揢着麦克，看到这支吼，就惊到屁屁喘。所以吼，等下吼，大家在讲在唱的时阵，大家就欢欢听。啊吼，有一个故事嘛，甲大家分享。为什么吼，我转来湾里会想讲要来招遮个阿姨、遮个阿姆、遮个妈妈做一个歌唱班？是伫四月二十七号的时阵，阮伫湾里港啊遐抗议的时阵，迄当阵啊，阮坐伫遐静坐抗议，结果警察用手铐甲我铐起来，然后用钢的四个警察甲我钢起来。迄当阵啊，我感觉讲。为什么阮会遮尔啊？我喊天喊地，拢无人会用甲阮斗相共。其实心内足惊吓的。啊，毋过后壁有一个声音，是秀兰阿姨。秀兰阿姨，你甲大家挥手一下。是后壁一个秀兰阿姨，伊伫后壁一直甲我叫，伊讲：警察先生啊，你莫遐尔啊出来啦，迄手拢要互你拗断啊，你莫遐尔啊出来。我狂扣手铐，啊！警察安尼甲我讲，我一直听到后壁一个妈妈的声音，一直甲我喊。我感觉迄，互我这个过程袂遐尔啊惊吓。我就想讲，咱妇女队，咱的妈妈应该做一个歌唱班，咱用咱的歌声，互咱家己力量，啊，有嘛用啊用歌声去鼓舞这个抗争这条路的人。所以啊，我感觉大家足无简单嘞。阮就讲要做歌唱班，阮改编了两条歌曲。这个过程我完全没有说要改哪一个歌词、哪一字句，全部都是由上面的阿姨们他们自己集体讨论出来，改编了两首歌，一首叫做《风吹风吹》，另外一首是《抗争这条路》。我感觉这对这些阿姨就拢就无简单嘞，让大家搁给这些阿姨一个鼓励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手会揢着一个。Thank you.
他的七点妇女，阮就是吼无法度用嘴来表达这个心声，所以阮来写一条《风吹风吹》这条歌，代表阮对这个烟花会，对这个政府，满腹的两会甲这个不平，一代过一代，一代传过一代，咱拢是住伫这个土地，为什么？这个烟花会真的傲霸，真的霸道，要来占咱这个土地。政府这官员看阮安尼咧红脸，阮来抗争，竟然无一个出面来替阮一阵，真的无助的老百姓，若出一点啦，一点，我是感觉真正对阮足不平的，我嘛感觉足悲哀。足痛苦的，有时阵若暗时伫咧睏，睏到半暝精神起来，就是一直想，一直想。有时阵阁会着错，啊，风车来啊，啊，咱即摆要阁来抗争啊，要阁互掠。因为，逐摆若是抗争的时阵，警察拢是比里面较济，安尼干掠，伊要无将阮当作是人伫咧看待。把阮当作那是死猪死狗在咧拖，阮安尼互拖到呢，真正讲，阮毋知要向什么人讲。刷落去，这段的日子，毋知是要过偌久，所以我甲遮个咱的乡亲好友，告诉讲，以后若是讲硬要来做，咱大家嘛是爱搁坚持。爱搁团结，大家勇敢站出来，我相信这是咱万里人的力量。咱只要是咱坚持，咱团结，我相信成功就离咱无偌远。我拄好伫后边吼，你看这阿姨拢一边哭甲，要叫伊也卖哭吼，手拢会皮皮颤，唔知影要安怎讲阮的心声啦。无咱用唱的好无，唱咱的心声吼，抗争这条路。好不好？好，等下，来，咱吼，爱搁甲咱的心声讲出来哦，吼，大家准备好吼。